好了，来，小哥。星星。啊。那我抱着你的时候，岂不是有一堆箭在我面前在讲话？你这样抱着我的？是啊，那你就一堆箭在我啊？对啊，是不是啊？很尴尬的哦，炸死你！真的吗？我也想。过呗，马上就是万箭穿心。找个眼或者你的那种正这儿或者这儿，都可以。灵光一姐到现在什么感受？都可以。演到现在、啊、这也可以。嗯，就马上要死了吗？嗯。挺忐忑的啊，怕演不好这一场。ending。哇，你这……然后特别想能给林刚画上一个对，是、嗯、比较圆满的一个结局。我只中一个箭吗？别拽嘛，你 N 多个箭哦，先中一箭。好。哇塞！你想早点变成刺猬是吧？对，我觉得这把它变成刺猬。人心都是肉长，干嘛那么狠？那就中一箭算了。算了，别动了。好吧。别死这个好。我来，我抱你。来。我抱你啊。扎死你。到时候我也跟着把你爬掉，马上就死了，然后就没有后面的戏了。然后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卡你卡掉，还把给弄掉了，重新来，我们插进去。王少，还有板吗？你问，不好意思，王少，王少，王少，你就一个了，想插死黄少呀？不会太惨了吧？我去，这些是怎么弄的？这哪国的剑啊？我都忍不了了，这一点。啊，我打一下啊。大哥，哎，我看一下本人，你看一下。看到那个，看到那个绿色的眼睛。我看的是左眼。眼面上，对。当年，臣不愿意皇上背负天下骂主的功名。臣在殿下，自尽。但臣命大，没死，被太医救了回来。我买通了太医，我买通了太医，做了场戏，让皇上，让天下人以为我死了。但天妃后还要回来。人虽离开了，但是我的心却一直在天君。早知道，早知道有今日，我说什么也不会离开皇上身边。故事。脱胎换骨而来，如此浅显易懂的道理，孤王却始终没能悟透。就这样，再让孤王看一下你的脸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你怎么看待灵光这些？灵光啊，嗯，
他在我心里呢，其实是一个，就像是一个梦里的一个人物。我在我的身边可能很少会遇到一个这样性格的一个人。对，他对我也像一场梦一样。顾将军，这一次对灵光这角色舍得吗？啊，对灵光这角色舍得吗？今天拍的，今天后天都有。马上。对，其实，挺不舍得的。Thank you.